2021年3月27日，星期六，晚上8点15分，气温是摄氏24度。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累计确诊1.26亿人，累计死亡277万人。直到现在，在珠海很多人都没有佩戴口罩，片中所见佩戴口罩者多是澳门人而已。街上行人不多，大部分都是来回澳门的人。